我们那边，今天这个太阳非常炎热。几毛钱啊，开玩笑。你在饭店里面怎么了？多少钱吗？多少钱吗？三十块。多少钱吗？哎，这个边的啊，好钱哦！你要几天？要天？鸡腿？鸡腿六块？鸡腿六块？嗯。要两个。要两个。要辣椒吗？辣椒辣不辣？一般。一般。一般都不要是不是？根本不行，我说了。快行哎，哎呀，打没打中你，他也是那狗的玩意儿，打了。